讲，这张脸眼歪嘴斜，嘴斜，弟弟嘴斜，都七点了，谁还不去上学？歪嘴斜。这张照片是那时候在拍那个电玩展嘛，电玩展，然后我们主持群要拍嘛，然后我是跟小熊搭档嘛，然后我们就在那拍拍拍，然后那个摄影师就说，你们可不可以做做看很丑的啊？然后我说我超 OK 啊，然后小熊说我超 OK 啊，结果拍出来，妈的，两个妈差超多，拍出来连摄影师都说你这张是在装可爱吧？不是啊，你摆这个脸，请问有哪个女生可以跟你匹敌啊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不是不是，我也觉得可以，老王可以啊。其实我可以也是啦也是，可是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留言，我要澄清一下。我知道你要说哪一个。他说我看到八毛跟老王去 PF26， 八毛本人帅，老王本人超美，果然是设置美吗？可是我没有去啊。他根本没去啊，那个不是他。哦，捧错人，妈的，想当吹棒狗啊。八毛跟谁去？八毛跟子子去啊。我跟子子去，我们要去拍一只的海报，好爽。哎、欸，好屌哦，我这一辈子好像真的没有机会这样子拍一个东西耶。我排最久的，反正是超疯狂的，应该就是肥前屋了吧？我这辈子排最久的是，我想一下，我好像也没有排过这样的、欸。你知道 PM 排多久吗？多久？我排4个小时，而且是超级大太阳。我有排超过12个小时过哎、欸。干，你排真假的？你夜排啊？你是排假吧？夜排啊。夜排是当兵的时候有个排长姓夜，是不是？不是啊。我还没有排，我排过我。人生排过最久的，应该真的就是 TwitchCon 那一次。Mona 说我们排了2个半。Oh my fucking god！对啊，除了这个的话，我排什么排啊？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有一年6月的时候去六福村排《火山历险》。那很久吗？很久哎、欸，那个时候我记得排超久的，很久哎、欸。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《火山历险》才刚盖好，真的很久以前。才没有。那个时候哦，不是排《火山历险》，是排《急流泛舟》，就圆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《急流泛舟》就排很久，《急流泛舟》排了快1个小时有了。可是小时候去都会很爽哎、欸，就算要排队也无所谓，就是一直玩一直玩这样。因为小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啊，妈的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可是我从小时候就很受不了排游乐设施，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认真的去游乐设施玩是小六毕旅，然后我们小六毕旅是去剑湖山，刚好遇到 SARS， 所以超多学校的毕旅都取消，整个园区里面就我们跟另外一。学校就2个学校的6年级的毕旅而已。妈的，那个什么剑湖山的那个云霄飞车，他妈的我连坐5趟哎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那你们会跟另外一个学校互看不爽吗？不会，因为基本上也遇不太到。为什么要看？为什么要看不爽？有什么好不爽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们那时候毕业旅行的时候，哦，那是国中的时候啊。国小还不会到看不爽吧？国小的妈看到 G5 都先射一轮了，还有时间看别的学校的人。不会是国小还可以射一轮？可是我想要先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哦，是谁那边一直在拍动翅膀啊？请问，已经是小六啊，那是鸟的声音呢、啊？对啊，还是干不然你以为我会自己拍动翅膀吗？还是鸟屎鸟屎那边很多蟑螂在飞。哎呦！我说六摊那时候有法禁吗？现在全部人都没有法禁了吗？现在应该是都没了吧？嗯、没有，私立的没有管是不是？私立的可能还会有是不是？私立的还是会有法禁，可是就会比我们以前松超多的。然后公立的就没有法禁这样子，应该是哦。现在好像是除了染发，你想干嘛都可以吧？不烫不染，好像是但是可以留长。不烫不染，对，不烫不染，然后你想留多长都可以，你要留的跟比拽哥马粪他爸还长都可以。有人说我小时候有日本名字吗？白痴哦、喔，台北帝国大学毕业也要跟你讲哦、喔。读公学校吗？没有，私塾啦。私塾那个时候缴学费还是带肉干去给老师。对，那时候缴学费就是拜托邻居多借一点蔗糖，带2根甘蔗去跟老师拜访一下就可以进学校了。去上孔子的课，然后就哎、欸、不好意思，孔老师不好意思，我想上你的课，这边是一包快车肉干。然后孔子就闻，然后说来滚。然后孔子从抽屉拿闻枪了，白痴啊！孔子从抽屉拿另外一包出来说：“我牙齿已经不好了，我夹半段。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孔老师，这是我们家旁边的温雷霸瓜，吃吃看。”烦你，为什么要一副工商的感觉，硬是自助啊？三重那边的，吃吃看。然后那个孔子就从另外一个抽屉拿出肉干来，然后两边这样都闻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嗯，这个蛮纯的呢，收下去。”我靠！我靠！孔子还拍一下脖子，这样，哎、欸，你们
还没有八卦，这个上瘾。孔子上课上有点生气，就然后拿药罐出来倒一些骰子牛肉干出来吃。骰子牛肉听起来太好吃了吧。那孔子受不了了，就跟他的学生一起包一台游览车到台北市一些卖肉干的地方。还有导游，周游列国，周游列国买肉干，然后上车还一直大声嚷嚷，然后导游觉得很困扰，路人一直在看他们，他一直挡到骑 U bike 的人，干你娘！真的受不了哎、欸，要自己抱怨呐、啊。根本就是我自己遇到的，受不了，超烦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为什么孔子要说八卦、啊？他是三只脚塔里面的宝宝吗？你没有看过小孩不笨吗？没有呢，那什么？一个电影，我从小孩不笨。那个 Terry，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啊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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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林北讲林北那个吗？关于马达康啊，我没有看。讲林北还轮不到你来管林北那个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他找外国女生，然后来拍那个肉干的广告，然后那女生这样八卦。从此之后听到肉干都会想到那一幕。八卦八卦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尺的事情还没讲啦，小六。什么尺的事情？啊、哦，对嘞，我带那个尺去苗子家帮他量尺寸，就然后量尺寸，他房间一些什么桌子要长度要多少这样，然后老王带来那个卷尺，上面有写，就是那个长度代表什么意思？他上面写那个长度的风水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再帮他量他之后要摆实况桌那个地方到底风水好不好，然后就说干，你的桌子很屌哎、欸，他的三面墙全部都是什么进财啊啥小就是吉位，然后想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的。身高是什么？我就说那我看一下好了，拉到162，就一看他写病临灾害死绝，好可怜，也太惨了，你把手指，而且我们那时候因为我的实况间电脑桌正后方，我想要摆一张小沙发嘛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量那个墙壁，然后一量那面墙壁，然后就写无事，就是没有子孙的那无事，然后就说哦这是无事，我就说啊没差没差，我没有预计要生小孩 ，OK， 然后量另外一面墙一量，哎这面墙是生育，然后老王就说，所以就是如果你以后带人家回家打炮，靠这面墙就不会有事，靠那面就会中奖。我靠，好恐怖、喔啊！超恐怖！我说以后有没有带妹妹回家这样有没有？然后这样弄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要碰到墙，哎、欸，看看这个墙不要摸，这个墙不要摸，别摸，去网口，去网口，一直很激烈，然后接吻这样，然后要靠墙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去，然后把妈拉回来，去，我，妈的，没有可以，你妈的，靠着无视那面墙，把你的手给我从他妈生育墙拿开 ，OK， 放在那个无视墙上 ，OK， 就他说不行，我就要在这个墙，然后就是拿锤子把那个墙敲破一个。然后再量一下OK 可以了，开干OK 了，变进彩了OK， 踏起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量那个窗帘的宽度，然后一拿起来，好像就稍微再长一点点，就是死吧，是死吗？就死绝啊，死绝，就死。他说那不然就进来一点好了。我说可以这样子的吗？最好像是第一次的时候是老王跟我两个人在那边量，然后我说你他妈你带什么烂尺啊？就在那边量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忘记是什么，反正就是一个很不吉利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干这个很不吉利啊，换一个啦，就拉长一点啦。我就在往外面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信这个好不好？你信哦。我说干你，我本来不信的，拿这个尺过来，我不信也不行啊。真的写的那么不吉利，他妈我两个超酷吗？一量才死绝，这么小、啊，太死绝了吧！完蛋了，可是人家说上面是量阳的，所以家具是看上面，然后下面是量棺材是看阴的。看、啊，现在出门尺拿给我，他妈的我要全部再重量一下，重量。他妈的，我跟你讲，什么死绝什么鬼的我都不怕，他妈的先量一下主卧跟时光间后面的沙发，如果全部都是生育的话，我就不住了。看你到底想干嘛？啊、不是啊，不是哦，会怕哦。就一拉开那个沙发，就得子，直接搬家，全部都得子，马桶都得子，女生没有来家里借个厕所，一上怀孕。哎、欸，小六，你往上往下都是超不好的、欸，真的、欸。161灾治，162灾治，163死绝，160财师，159离乡。从156到166，全部都是不好的、欸，你的射程超大的、欸。什么叫本啊？就是 Ben 啊 ，Ben 是不是？原来是外国人啊 ，Ben 直接帮你量你的英文名字 ，Ben。
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本对不对？你再往下撸一点，搞不好有一个一八多的是乔。九九九，哎，一九零四，一九零一，我是一七一兴旺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看我一六七才智好吗？我一七三宝库，好不好？我完全没有宝库的感觉啊！哇，完全没有宝库的感觉、啊。OK， 小六是灾智。OK， 而且他说那不管，我要四舍五入，然后进到一六零就好了，结果是财师，全部都不行。